OK 了，我已经知道了 ，Pro 了，开箱大师。哦，各位，785块，我们等一下去买房子看看。好啦，各位观众，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就是这个狂野西部的这个阿法测试。那目前呢，它算是一个就是西部有点像那个碧血狂杀的那种游戏哦。那但是它是属于一个 MMORPG 的游戏。那我刚有稍微进去玩了一下，但是因为不小心被其他玩家打死了，所以我身上的东西全部喷光光了，所以我决定再创一只角色。今天这个阿法测试主要就是让你进来这个地图里面呢，稍微闲晃一下，然后找一些什么宝物啊，或是熟悉一下它的系统啊、地图之类的。那目前也不能选女生，只能选男生啊，一些主要的一些特征都还没有办法出来。它现在目前是不是只有那个 US 的，还有那个欧洲的？那其实我刚进去玩是不会那个啦，所以我觉得还 OK。哎呦，你看，还蛮多玩家，但目前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在这个西部的场所这样子，要钱，大概20欧元、40欧元、60欧元，所以相当我是买60欧元的，所以现在才可以进来。那60欧元大概要台币2400多块吧，所以不便宜就对了哦。然后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出生的这个城镇，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 post office。这是邮局，但是它现在好像还没有开放的样子哦，还没有开放的样子。开放的是一些像主要的这个酒吧哦 ，Saloon， 我们一样按一，但是很贵，要1.45块，我现在连一毛都没有。那看我们现在身上呢，你一开始出生哦，它有给你一把枪，然后还有这个 tonic， 这是药酒，还有绷带，那有啊、哦、有200颗子弹的，有，然后还有一个。萤火陷阱，然后空的水壶，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挖矿的，然后这个是 Gun All In Kit， 这应该是通枪的还是什么的吧？还有一些解锁的工具，然后 Survival 的 Map， 那这个好像用了一次之后就会消失一件这样子哦。然后黄金地图，所以你要买这个是需要花钱的哦。然后还有一个 Host 的那个零用券这样子。那有时候在这种场景里面啊，会可以拿到那个他一些酒啊，不用钱。然后里面有这个扑克，这个应该可以赌这样子。它其实整个世界非常大，然后但是目前的地图只开放这样子，之后好像听说会再更大一点哦。那所以我们待会就四处去看看这些小地方啊，会不会有什么宝藏还是什么之类的，或可以挖到矿然后来卖。哎，这是哦，这是茅坑啊。这就俗话说得好，站着茅坑不拉屎的概念啊。我们先看一下，然后枪，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枪好了。在这种西部的这种感觉有什么枪哦？各位，它有的还没有出来哦。之后现在目前有这两把 City Mode 3 City Equalizer， 不太会念，反正就是有这种枪。然后这应该是散弹的哦，散弹的哦，一直要200多块哎。因为我现在是零元，子弹应该是一颗0.75。所以也蛮贵的哦，然后有炸弹什么之类的哦，之后应该是有，然后工具组哦，这个才是轻枪工具，好吧，我们是去探索看看，反正现在没钱。然后你看他们都骑马了，哇，叫马就可以了，我也是有马，我先四处晃一下哦。H 可以吹口哨啊，你按了之后，它会显示说你的马在哪里，但是这一开始的马呢是随机的，不像说是之后可以同一个地区领马这样子。你看这个水还不错哎。不过它现在就是没有什么音乐，没有什么音响效果。它主要说第一波测试就是要测试，让大家有去那种探索寻宝的感觉。而且我刚死掉之后啊，你就会变成一个坟墓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蛮酷的。你看整个雪山这样子，水嘎水嘎。那主要是可以采矿啊、种植物啊、养动物啊，这都是其中的一些效果。好，好像没什么，我们骑马，走吧。对啊，可以杀其他牛仔，可以 battle 的，但你杀了会变红人，就是。我们先前往这里好了，这个小村庄。哦耶！那有时候好像你在这种随机的地图里面啊，会有遇到那个什么，会有遇到宝箱，然后它那个采矿有点像方舟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的矿石呢，会有金金的，如果你没有玩过方舟，应该都知道。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哦？什么东西？哎呀！牛排 ，rabbit 哦，兔肉哎，我怎么会捡到兔肉？稍微找看他们是捕兽夹，哎呦，所以有时候你可以随机找到东西的啊、哦。
白兰地 Brandy、啊、这样有 Brandy 我就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反正你就是要一直找东西，对，有点像绝地求生的感觉。这个被剪了。Ahoy, ahoy. Hello. Why don't you go upstairs and look at the tombstones I've created? 怎么一直跟着我嘞？而且这里。You will get off my property. No, it's my house, okay? 先闪好，先闪，我们先闪好了。Bye. Bye. 不会英文还是这是线上的，这不是单机的，这是线上的。哇，这个闯的模组好像还没有哎、欸，还没有完全完成。你看有人死掉，就会建立这个墓碑在旁边这样子。啊，有人杀人了，你看就是这个，糟糕了。Help！ 有没有绝地求生的感觉？这里也有宝箱，你看都被捡走了。然后这里，哎呦！拿到一个工具啊 ，Olin 这个 Olin Kit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波测试就三天，然后22号会在第二波测试，然后不知道几号会第三波，然后第四波会有多了新的地图这样子。好，这里的东西我们稍微都捡完了，我们再往下一个地方走。我觉得以后可能要大便哦，对不对？因为他有做这个茅坑，不是茅坑啊，那个茅厕的感觉。然后你看他这边哦，就是还有一些技能，但是目前都还没有能用出来。他以后应该可以创帮会，所以你之后就会有一帮这样子结群打架都有可能。就像那个以前什么决战，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刻忘记了，一部电影哦，然后他就是那个排一整排，然后就 Let's battle， 砰，就看谁比较快这样子，类似的感觉。稍微四处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宝藏。快到了。其实地图也没有到很大啦，就是你如果骑马的话，这样子是还蛮快的。以后如果有雪山，一定更棒。你看，在这种西部荒，哎、欸，它有一些地方有设界限，好、哦，还没开放。好，我们往这边走，那边好像有一间是锁起来。哎、欸，已经有人骑马骑到那边，你看这么远还看得到。哎呦，哦，好大的气势哦！哎呀，各位宝箱，欢迎哦。啊，这怎么样？哎呦，哦，我知道了，不是要按方那个另外一个键 ，OK，I know that， oh yeah， 谢谢 Alex， 哦，他还要滑鼠配合键盘呐、啊，哦，可是他只给我两个开箱工具组，好烂哦，什么烂宝箱啊 ，OK，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里好像是锁住的，对不对？Fast travel， 我去看一下好了，我去看一下，有车吗？怎么可能？那时候也只有马车吧，那个时代。哎呦，哦，这个就是卡宾，它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可能在宝箱也找得到，或者是你有买的也可以，但是要10个才可以解开。This is a fast travel cabin. You can use it to quickly travel between other cabin location. 哦，就是有关于卡宾的这些地方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来快速旅行。这是储存箱是不是啊？哎，哦，这是 storage 啊，就是你的仓库。所以我觉得它之后应该也会有一些那个自己的家园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可以那个，可以慢慢的存放一些自己的东西，蛮期待以后可以自己种植物，然后拿去买的。这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系统。黄金这个位置去看看好不好？黄金呢？这个是什么 bank 呢 ？Maple icon。好，走吧。好像是一个银行哦。No any people。别人可以帮你杀掉吗？当然可以啊，他喜欢就可以。我还蛮期待以后可以去猎人的啦。就是他有那个可以杀人的任务，然后这个也可以卖掉，兔肉可以卖多少钱？啊，才 0.5 哦，也太少了吧！一个才 0.5， 我还是先留着吧。我们拿那些零点多呢，根本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起码你也要有个几百块，才有办法做其他事情。And so you can build a house， 哦，可以建房屋哎，好酷哦！所以这算房屋权状就对了。哦，另外1550块。好，算了，我们没有钱，超贵。游戏目的就是生存，一样啊，就跟你在玩那个 GTRP 一样，道理是一样，只是它是换了一个不同的背景，它加入更多不一样的元素。它好像那个纸也没有在扣呢哦。
我吃，哎，这里有宝箱了，耶、yeah, ！各位，我们又可以来了。OK 了，我已经知道了 ，Pro 了，开箱大师。哦，各位，785块，我们等一下去买房子看看，700多块哎！你看一颗子弹0点多块啊，这个房子里面有700多块哦，已经是非常贵的了呢。小马儿 ，I'm coming。他，我在猜他现在还不会有这个，目前阿法这次还不会有晚上。好，各位，我们再下来看一下，看看这边有没有钱。哎、欸，这个是车站呢、欸，火车站呢、欸，好狂哦！那这个可以干嘛？这是卖票的，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搭火车咯。哎呦，酷哎、欸！这个真的，我觉得他后期真的会很棒哦，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像我们以前玩一些那种 RPG 啊，就是不是线上游戏，就是难免不了就是在打打杀杀练等级啊，这个哦就比较不一样，它就是让你好像就是模拟生活这样啊，只是它的背景是在西方时代啊，西方时代，它好，它不要买马，它马是让你透过训练去提升的。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宝箱好了。哎、欸，以前有这种时钟哎、欸，好酷哦、喔！我们等一下回到中间这边啊，看可不可以买东西好了，好不好？哎、欸、哎、欸、，What is this？ 为什么那边变红的了？哦，有坏人了、欸，有坏人了，各位，来杀他，来杀他了！他不能直接坐马开枪哦、喔，这样比较不真实了。我们假装没有敌意，然后过去说要干嘛这样子，埋葬。啊！没戏啊！没戏！没戏！操！没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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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烫不烫？烫不烫？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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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坏戏！坏戏！坏戏！呜！哎呦！哦，差点嗝屁耶！差点嗝屁耶！哪呢 ？S 型跑法 ，S 型跑法哦！真的死掉钱就没了，身上东西都没了。这里我猜应该就不能杀人了，所以刚刚他进来村庄里面，我可能也杀不死他，对不对？我记得他好像有说某个区域呢，你进来了是不会被杀死的，所以可能在这边就不会怎么样。这没什么特别用意哦，我再开一次那个黄金地图看看。啊，各位，有淘金的。所以你必须，你要嘛就是用地图找，地图一张4块、啊、要嘛就是自己这边发现哦。哎呀，有了有了，哥，我们终于可以采矿了，可以采矿了。Hello hello. Hello. Do you have a gold mine right here as well? Here is gold. Okay. Yeah, I'm trying to see if we get some gold out of this too. I was just talking to my buddies that have actually mined. They said what we need to do.Is we gotta walk up on a rock. And have you mounted on a horse yet? So I run the store, and when I find that, when I find it, what's that? Sorry, sorry. So I need to run the store.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ground as you're walking around, you'll see what looks like a little gold nugget. That's the gold that we're looking for here.我刚刚真的有看到小金怪吗？我都没有发现。打字而已，所以真的，你们真的有看到吗？我真的没看到。